A U 电台网址 w w w 点 a h o n t p 点 t w 这个是由我阿洪本人制作主持服务。感谢各位网想观赏，每天拜一到拜五。 下午五点到四点，欢迎收看阿红无所不谈。只要对事无对人，啥物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诶即个意见甲看法。感谢网友多多前来发表，多谢多 谢谢侬。Yo Yo

哎，那、欸、有即句话，呃，台北市长郭文韬伊就讲啊，伊讲吼，我若搁再开除规个局长吼，啊就会改信啊，参像伊即种诶吼，讲即种话安尼咁对，即种话。 会使讲，诶、欸，什么啊？迄、那个帝王时代，哦，对毋对啦？啊，你做无好，我就甲你开除啊，甚至甲你斩杀啊，哦、对毋对啦？参像伊即种诶做市长，后、啊、尾来管即个规个市，诶，即个市务。 实在是我刚才看，我新闻即物仔调出来呢吼，刚才看到即句話，你甲想啊？啊，逐个拢欢欢喜讲选伊啊，然后对不对？民主啊，啊，有价值诶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我听人咧讲吼，咱台湾无够人啊，包括。 讲合作台湾人啊，抑甲中华民国的即个人民、啊，安怎咧？他讲的吼，拢话拢起起倒倒。伊、這個、说我定在咧看，即个比如讲一寡代志啦，包括新闻啦。小等下我来讲，另外吼，迄、那个什物啊，迄过去我是支持。 即个哪样？你看盖有明，呃，盖有明，一个一个,一个这个主持人，伊个进前初初初是报告新闻的啦，报告新闻的，诶，甲阮共姓即小等我会报。后来咱进入主题了吼。 伊讲交通，逐个讲交通无救啊！一寡议员也好啦，吼、哦、市民也好啦，啊交通无救啊！你甲看七安尼，高文超伊就讲，我若搁再开除几个啊局长，啊就会改性。伊即句话敢安尼咁对？若解安尼生？伊对，就表示即个局长。 都拢未做代志的局长啊，吼、哦、对毋对啦？啊，你甲想讲，一个中华民国，伊的首都吼，啊的这个市长，包括首都的这个警察局长，呵，大家拢是虾物啊？抄包的，吼、哦，逐个拢抄包啊，对毋对啦？ 那么台北市长挂门条伊就讲啊，伊讲哦，我每讲拢在客人啦，是市府内内面的即个状况安尼啦，哇，他个他不个。 哦，即马拢事件真爆啊！我阿伊就讲啊，开除几个局长，逐家慢慢啊就改善啊。伊讲的真简单啊，对毋对？啊，局长佮卖做安尼，啊，交通就好啊。伊咧讲一句安尼咁对，咱大家想看嘛？伊讲一句安尼咁对，哦，对毋对呢？ 所以我定下咧讲政治人物也好啦、啊，即寡、啊、学者啦、专家，我定下咧批就是伫诶遮啦。伊是市长哦，对毋对？台北市民诶，孙阿娘会使讲认为讲乖，啊来来诶，孙阿啊，奖励即个台北市，因市民认为讲会搁较好嘛，毋则投伊诶票，对毋对？啊你，你甲看伊讲即种话。 伊是一个学者，医学者，对毋对？医生、啊。伊讲哦，我每讲拢客人啊，哦，就是讲，诶、欸，在这个客，算讲骂人就对啦，哈、啊，我每讲拢伫骂人啦、啊。那么交通局长哦，已经互我馬，吼骂甲过来了，点点点点啊。 因为最近伊伊即个交通阻塞问题面将真有感安尼啦，但是交通局却对外回应是因为落雨啦哈哈哈哈，因为落雨，有影啦。安若落雨是会较塞，会较塞无毋对，安那讲有开车人伊就知影。 那么伊个车速因为落雨嘛，时速慢啊，对毋对？啊，所以逐个放慢落来。放慢落来，当然啊，你该想，台北市每工个车，会使讲个是那领，幾幾啊，过落会使讲过落千台诶，对毋对啦、啊？那么伫个路面伫走啊，啊，你该想讲，速度一個慢落来，当然就塞车。 啊，咱要一个堵，大家紧张啊！哇嗨啊、哎，我时间袂赴啊，阿咪啦，都冲啊你！对毋对？绝对冲诶嘛！你即满若要变黄金安尼啊，伊又开始赶紧冲啊！对毋对？红灯伊嘛，伊嘛咧过啊，是毋是安、啊、尼？啊，有诶着去啊，有诶着去堵个，堵咧路中啊，着堵咧路中啊！啊，即满路中会先变怎、啊？开始即边青灯啊，会当行。 啊，袂安怎？伊要行路中车去撞掉的，所以造成严重的一个特车。所以即个局长，你讲有理无？有理。但是安怎讲呢？但是。 袂讲塞车呢啦，对不对啊？再来就是讲无遵守交通规则，即嘛原因之一的。我都话讲啊，但无想无遵守交通啊，结果黄灯就变过哇去啊，哇变甲摔落去安尼啊，头前了袂点动啊，要安怎？啊伊就。 他在路中啊，你对不对啊？那么油价这个刚定、这个、因素造成的啦，哦，那这油价刚，这句我就无同意，这个交通局长安尼伫咧讲的哦，好、哦，我就无同意安尼讲。 因为其实堵车甲油价降价有关系吗？伊个意思就是讲、嗯，啊，到即马到油价就俗啊，所以逐个拢开车。若是开车，因为油价贵，无开车，啊是减少开车。那么即种个即个情形。 会使讲无虾物存在啦，安怎讲？因为私用车方便，对毋对啦？是问题是一个方便，但是无开车呢，那会无开车。像阿红即满嘛无爱开车，安怎讲？停车歹停车，停一个要停一个车位，有当时啊费去一二点。 因为十分甚至归半点真久，所以归去即马捷运诶，会使讲真方便啊！阮也着开车所共共是是，所以我我定安尼讲有一寡即个参照，公家公务人员你甲看，伊咧讲诶话敢对，是毋是安尼？所以我定安尼讲台湾人无够人着是伫遮。

但是我也认为，即卖大学不如较早初中，因为较早初中啦，毕业会使讲实力，即卖毋是诶，啊，你甲看这交通局长讲安尼，对毋对啦？有计。 一日也有关系，甲跟他也有关系。那引发到一日民众抱怨不断，安尼啦。那么，郭文韬伫诶专访中，马林未住屯门啊啦。台北市诶，即个交通是惊日突然间变歹吗？诶、欸，你即句，你讲即句嘛毋对呢、欸。安怎讲？人选你来做市长？ 看个屏较早，胡良斌市长阁较好袂啊？吼、哦，对毋对啦？啊，既然你即马拄着堵车，是安怎胡良斌的堵车，无市民无遮尔啊不满，对毋对？是安怎换甲你乖？也是安尼啊，着大妈士气，对毋对啦？啊，你提提互较早，啊，来个较早安尼。 嗯，啊，我讲只说选你诶时候，安尼瓜市场是要从虾个嘛？所以這種，这样市场，哈，当着大事，安尼咧扯咁对，对唔对？当年你嘛讲唔啊？河，迄个，迄、那个河，河良品诶，政府较早，哈、啊，做了歹啊，对唔对？啊，所以诶，孙阿娘。

难道会是那各各局处台北个状况，你无了解啊？对毋对啦？伊安尼讲，你无灵嘛？是毋是？你著指挥，诶，当起股安他讲，是毋是安尼？ 伊若讲会像安尼，大家叫个，甲你做甲遐好啊，啊，都都面对即个市场嘛，你讲对唔对？伊讲哦，毋是，实这一年慢慢变歹的吗？啊，交通。 你甲想较早几年前，差不多三十年前有，无边啊？落雨边塞车，落毋到。那么你啊，后就是有即个职务呢，改善啊？嘛，对毋对？而且是算安尼，台北是停车位少，当然有诶，都唔爱开车，有诶都坐职务呢，甚至有职务呢。 一款公共汽车嘛，无啥生意呢，对唔对啦？你啊看，即卖坐一运方便啊！我下顺安尼啊，伫个三中国小车站坐到中校新生，我有较急，车站到车站十二分，十二分啊，怎好算的？ 挺过算，有方便无？方便甲对毋对啦？所以你若会用坐一温呢，实在是方便甲袂讲诶方便呐。安尼你佫咧嫌歹，是毋是安尼？你甲看讲，根据你逐北市所统计，一温。 每工的即个人数偌侪，对毋对啦？你敢想啊！啊，较早若无捷运诶，你甲看遐人数欲爬起，即个路顶头你甲想偌侪人啊啦！啊，偌侪人得要用偌侪车来载啊！当然较早著是塞车嘛，著、就是你捷运捷运诶开通，当然著无啥会塞车，对毋对？但是是安怎呢？ 到你挂文职嘅手头，你做市长一年是安怎踢卡安尼是？对毋对啦、啊？啊，你家己本身无检讨，啊，讲会顺安尼啊？局长甲开除贵个啊，啊，交通都会改善，操！你只讲即讲话是但是，哈，啊，即、啊、个局长逐个，即个局处的即个都系弄草包啊，对毋对啦？ 伊讲三环三纵三纵吼，自行车道黑马路出问题安尼啦。啊，如果提提好黑马路诶，那么我会记诶，过去伫实施即个黑路面，是毋是利用暗时啊来内底黑？ 你是爱恢复伊诶即路面，诶即个清气，而且会当使用车道，对毋对了？是毋是安尼？啊，你新闻咧讲什么？即、這个乌即、這个三环三中自行车道乌尾路会出问题？ 但是我发觉讲哦，有人哦嘛伫骂呢。伊讲哦，你即卖若是哦，即个自行车的车道哇，即、這个路面的缩修，路面的缩修也袂安怎？当然车侪啊，啊，即、這个自行车道，啊，甲即个慢车道对唔对？慢车道就是就是即、這个。 学做歹啊，吼、哦！啊，甲铁马自行车，哦，要哦，伊个自行车着，吼、哦，伊个伊个自行车着，铁马另外一个刀，啊，佫加出啊，是毋是？伊个慢车道甲快车道一定爱缩，绝对爱缩，诶、呃，缩位啊，对不对？甚至减。 一个车道去个，啊！你想？那么我听讲，进前敦化北路对毋对？嘛是即个自自行车、铁马一个车道啊。哦，都伫个些物啊？呃，伫个哦，中间啊，对毋对？遐附近啊，啊，个迄什物大楼、啊，结果定啊发生车祸。 是安哦，我顶下咧讲，即个官员哦，即、即专家哦、喔，实在是讲迄个读壳。因为你啊，即个自行车都过出來，有一寡车，包括客运车、人客，啊、喔，我要到即个路车，是毋是爱靠我边仔去咯？是毋是？啊，搁一挂即个自行车，是毋是？ 因为人是活诶，毋是参讲。你这学车规划，安尼就是安尼。都除非你较规话一抓一抓，伫咧内底，伊袂走袂闪诶，活动对唔对啦？但是你诶毋是啊，当时我有看着，啊，阮开车嘛有看着，啊，因为安怎讲？因为伊个是无迄个安全岛诶，无无计计局诶。 所以车会当走来走去，是毋是？那么小车你若甲各家加一个过起来，车就绝对还更加窒了。啊，要安怎？你自行车甲车嘛是有小可在夹迄个迄个车道啊？对毋对？迄车嘛有当时也会走来走来迄、那个迄、那个自行车道啊。 虽然讲伊毋是专工要走自行车道，但是加加减减，为着即边有车，是毋是爱烧香？都绝对一定加减车，绝对一定会挖来即个自行车道，这若往用，往头，他，往脚头骨想着知影啦。好、哦、对不对啦？都除非你到做一撮怎啊死？哦，你要挖过来，就去弄到伊、那、迄个墙啊、那個？对不对啦？ 所以我感定人咧讲，这专家读到毋知咧安怎，诶，对毋对？伊想讲啊，我画安尼，你著照安尼行，敢若安尼遐简单，官著即好做啊，对毋对啦？达项嘛好做啊。伊讲哦，恁。

人毋是无向交通局来反映呢？你市长啊，你敢知,知？可怜，伊讲恁问交通局，是毋是有马上检讨？没有。呵呵那么伊批交通局无好好啊反省。 啊，较改进，并将到即个观念融入日常的即个形俗文化中啊。啊，都我第一讲的啊，台湾无够人嘛。哎，啊，即、这个交通局嘛是拢在选的呢，叫毋？叫局长？局长拢咧安排呢，所以你该看。 那出代志，即种诶，即个市长安尼咁对，无负责任诶，即个市长诶、欸，你是一市诶，即个市长对毋对啦？什物代志，当然嘛是你有责任啊。所以你拄仔讲诶话，讲你去找交通局长，你讲诶物？迄个话，市长会当讲安尼？ 那么台北市大堵车，我问下，在专访的时阵，马林袂出就问啊啦，台北市的这个交通是惊你突然变歹吗？照啊，安、啊、怎讲照？那么进进前的像安尼无捷运，黄啊，台北市拢堵，一个捷运开通，吼、哦，你啊看，迄迄什么呀、啊？ 迄市面大多啊，市门大道，数下你来看。所以，即个讲即个话毋对，所以后公都爱批，真正爱批。嗯、啊，我安尼讲对毋对，咱注意注意网友，我安尼批市长对毋对啦。 我配有理由对唔对啦？因为我有讲理由出来，毋是甲你骂啦，尔对唔对啦？我有讲理由，原因是安怎？对唔对啦？嗯、那么对于即个干道上开挖自行车道、开挖一个车道，搁再将工程车。 占掉一个车道，因为这个工程是安尼啦，所以我定定咧讲，遮个人无智慧，真正无智慧，啊，好毋无去了解伊是安怎实施的。你若讲，互我了解伊安怎实施，我当然就会当讲，嗯，啊，你这都毋免占这个车道啊，哦，对毋对啦？你这安怎从安怎从？这车道内面的。 做下就会使啊，是毋是安尼？但是毋是啊，有诶工程就是安尼啦，因为伊欲促进啊，是毋是安尼？所以大大诶，就甲你围起来啊，你就是安尼生啊。其实咧有诶，毋免甲遐遐侪诶即个所在，可是伊都伊都方便啊。 啊！伊方便，工工程方便，当然过往的即个车辆都不方便啊，绝对是安尼啊，伊讲造成即个代表是大塞车，伊家己讲啊，伊讲灾难啊，吼、哦，诶、這個，即个刮问贴伫咧讲，连我都拢注意到啊。 啊，啊你就知影问题偌严重啊！诶、欸啊這個，啊，你知影你若无指示？即个干部局在做，要安怎做？爱检讨。哈，你有安尼讲无？无啊！你甲人讲我知影啦，尼啊，知影，逐个嘛知影，讲读册书。问题就是讲你要怎来改善啊？这是上个重要重点诶啊！你讲对啊？毋对啦？ 伊讲，伊接到，伊过来啊，伊过过来问交通局了。在创道路施工，为什物无将到施工工工期列为上改呃呃工期的时安尼啊？做开标诶，这个条件之一。 啊！即即本来阿洪有讲过啊，客气时间拢是暗时啊，个时间啊，对毋对？阿洪都都知影讲是爱安怎做啊？是毋是安尼啊？是毋是阿洪拄仔咧讲诶？利用暗时啊，时间对毋对？十二点几开始施工，对毋对啦？ 啊，过天讲五点啊，爱恢复道路平面的这个完整啊，这个过去嘛是拢安尼先去做啊，奇怪，是毋是？因为我现在每天爱人写检讨报告，写检讨有卡做呢，往过迄文书要写实。 干么卡做呢？所以，这个官员就是安尼。我认为讲写诶无效啊，对毋对啦？得赶紧会晓诶人，啊，互会响诶人到现场。你先看咧时间诶。哦，啊，即马开始时间的工头，还是讲时间的迄个单位？啊，即安尼，啊，即啊，即安尼，搁改安尼，改改安尼。马上诶，算呐，安尼就心情较好啊。你下这么报告？ 啊，是写什么报告啦？对毋对？现场现解决，像即种诶人，市长什么还写报告，拜托诶，这官这官僚诶作风啊，对毋对啦？安怎讲？这就是无文明诶，即个做法。哈，你讲我都是安尼啊。 为什物代志，现场就赶紧查原因。哦，了后经过大家的即个思考，了后讲哦，即哎啊，即安尼唔对，即安尼袂使，哦，即安、啊哦、怎安怎安怎？对唔对啦？马上就解决啦！马上就解决啦！伊还搁写报告，拜托嘅，可怜！啊，中华民工都是有即种嘅，即个。 台北市首都的的这个市长，啊、嗯，所以我定常在讲，市民无智慧啊，即选即种诶市长，啊，无法度啊，你就是要安尼啊，这是逐个爱啊，大家买啊、哦，对不对啦？所以我讲应该啊，我、哦、应该，嗯，敢若讲诶。 旧的袂去，新的袂来，毋知好歹，吼对毋对啦？伊讲哦，犯、嗯哦、的即个错误还阁真侪啦！拜托、啊這个，即嘛即嘛代志来，你你才知，你才才咧讲哈？犯错个即个犯错误个还阁真侪，拜托个啊！你种做啥物市场？汝讲是汝脱线？ 真正你愈讲愈脱线，好点点啦！啊你就，你早著知影是安那，袂去指挥，啊，只来改善，啊，代志一个到你才讲，我嘛知影，啊，佫足济有问题，啊，你家想看嘛，像总市长，伊佫较好、哦，露出惊人诶、哦，即讲法咯。伊讲哦，我再开开除几个局长。 大家慢慢啊就会改善啊，你甲看。参照即种诶人咧做市场，你无感觉讲真脱线，真脱线啦，对毋对啦？伊讲哦，自从开除两个邱丽芳甲倪中华以后，现在突然间就真想要搁开除人安尼啦。 可见你即个市场无智慧，毋知用迄个人，对毋对啦？较早会记诶，阵安尼啊，上山分局诶局长，迄鸟厝啊，迄迄迄为着迄迄迄山茶，对毋对啦？见面安尼啊，无了解人尼，就要共开除掉啊，哦对不对？就要共换掉啊，吼对毋对？你家想啊，操这种诶市长。 伊个读壳是实是,是安怎的？敢若安尼想都好啊！啊，甲即卖的迄、那、落、個，咱家己想看，对毋对？所以啊，阿红定定咧批台湾人无够人，真正无够人，拢选一寡即种的，可怜啊，无法做啦！我有讲、就是、啊，中华民国该败，影样？著是拢有个人啊。 万军呢？万军对不对啦？啊，伊阿是说阿呢学问呢学问啊，阿就是有遮咧富啊，啊，无、就是啊啊、一定少年呢较熬啦，无一定伊安尼读两年啊书就较熬啦。咱即个医生嘛是读出足侪书的啊，我 o v 嘛读。 做医生嘛，拢读足侪书诶，嘛是诚贤啊！你讲对毋对？无那伊来做医生，啊医生拢嘛捡分数较悬诶啊，对毋对？较贤诶啊，读较较好诶啊，毋知当做医生啊？你甲想，我问题是即种读格，啊你甲想啊，所以我定安尼讲，台湾人无贤人啊，真正无贤人。 那么荒诞的这个现场，这个时阵换一边的这个新闻无聊，赶紧的吼，明、哦、阿就立起来了，啊，明阿就立阿就对了，啊，赶紧的就拍延场啦，打延场啦，好、哦，赶紧的就但即个这个火乐为咩？ 咱向阳欲安怎来讲？哦、啊，暗时的时阵啊，挂问题，莫莫搁再讲落去啊！安尼呢？啊，你著知影挂问题，啊，啊，著口无择难的，啊，啊，讲伊读书读遐悬，伊生安尼咧做，哦。 伊个这这什么啊？这乡下个伊个袂记、哦那个，吼、欸。迄迄落，呃，当伊咧创迄落吼，啊，好啊。想着再个再个补充啊。伊讲哦，作为一个市长、啊、呃，市府，或者个最高长官，挂门贴认为个。 敢若是写啊？搁无够啦！写是欲创啥啦？根本阿红在讲，根本都毋免写，啊，若着写？对毋对？直接你市长到现场嘛？是毋是？啊这安怎安怎创诶？是毋是？直接爱揣迄个工头，搁直接做诶迄、那个遐个人，是咧，安怎做？毋知怎样讲是安怎？交通会遮尔啊堵？ 我拄也有讲啊，你暗时啊做啊，对毋对啦？暗时啊车少少少啊。但是你毋是啊，你你时要做，你时要做，你爱看什物情形啊？对毋对啦？啊，你现场都要督导啊。我有讲过啊，因过去即工仔咧做，就是拢安尼啊。本来是画车倒，伊毋是过车倒拢甲你微调去啊。安怎讲？迄大台车较好入来啊。 对毋对啦、啊？啊，伊工程安尼，你爱，你若讲袂好，即、这个你是啊，塌车遐尔啊严重，当然你爱去赶紧想办法，欲安怎来改善嘛？安尼毋得着。啊，你毋是啊？啊，车咧走，啊塌搁再塌，是毋是？啊，人咧反映，啊，你交通局长无办法啦，因为哪你纹身个啊。 对毋对？人伊喺咧做，现场诶老师讲，迄定定咧做，迄师傅也好，工头也好，伊知影安怎做才会紧，对毋对啦？但是恁遮文书诶人，你毋知啊，恁著干那会用做官员啊？恁会用创啥物啊？是毋是？所以我定定咧反对讲诶，孙兰啊，即个用人拢啥物大学毕业、硕士、博士诶，即拢毋对啦。 啊，朴士要创啥个朴博士你通做哦，对毋对啦？人喺现场拢做一、二十年啊呢，是毋是？啊？无法度啊，伊会通做，都该给你机会。电脑病，所以我定安尼讲哦，即种个拢唔对，即嘛学姐，我定安尼批，着是一只啦。敢若我定安尼讲，较早阮个。 在做兵啊，较早做兵的孙啊，你专科哦，专科读五年，入去军中就一条杠的啊呢，就做排长啊呢。你看伊穿的服装，无蓝无女。你看伊画那个口令，啊哈，哟、哎，真正的土，真正的土，安尼讲伊在做排长。 迄哦，迄若作战互伊大，绝对规排诶兵拢死了了。啊，国家安尼嘛咧用，安怎讲？啊，人伊着读书读较悬啊。啊，恁遮毋是啊？恁遮兵啊拢无读书诶啊？<laughs> 对毋對,、哦对,对,对,啊、对啦？但是兵啊无读书是无读书哦。人经验佮凭伊排场佮较熬诶，对毋对？你讲对也毋对啦？但是袂晓安尼指挥会晓诶，这这,这是害啦。 着我即马咧讲诶，只个啦，是毋是安尼？所以我看遮侪年啊，我讲啊，台湾变啊安尼，学外国安怎？学、啊、外国安怎、啊？我看看个，你来看,看，教育嘛是一塌糊涂。你讲对啊，毋对啦？啊，因正咧讲啊，啊，什物咧？摆什物？什物？教育为先？对毋对啦、啊？啊？ 啊，结够呢？结够呢？啦！阿洪虽然讲主读无遐济，但是有一寡代志，阿洪真了解，是毋是？读书安尼咧读啊，迄句我袂晓讲啊，袂记了啦。 啥物呀？教育著是为为主啊，为先啊，对毋对啦？你教育好，后摆各方面才好，你讲对毋对？啊，即卖教育你，啊，即卖教育你，啥物么咧？后迄个啥物咧？啊，啥物敬向诶孙伢娘，伊诶国旗，啊，甲國,国父去行咧，著、就是啥物。 啊，服从即个维权，拜托的，也也有即种的咧，对毋对啦？吼、哦，你个想，敢是安、啊、尼？毋是啊？我有怪岁啊。你敬礼表示尊重，你甲老师敬礼嘛是共讲你尊重啊。若安尼你甲老师敬礼，安尼你著甲维权，对毋对？服从吗？所以像即种的读书毋知咧读啥呀？ 即种读书毋知咧读啥，我都想袂晓诶，是毋是安尼？可能，虽然阿洪主无读遐悬，我嘛知影讲敬礼是种即尊重，毋是伊咧讲诶啥物咧向即个维权，对毋对？啊来来咧服众对毋对？你讲诶啥物啊？啊这，创伊即主了。 读册若有效？啊，佫真奇怪哦！佫逐个佫复合哦，佫说了校长也是共款的。你家想看卖啊？啊，你看这帮人拢是即种的。啊 <laughs>，你家想嘛？啊，对唔对？啊，这社会即马都有啊，有遮你袂晓想。所以是非拢是非拢不分啊，真正。所以我定来讲读书有啥物路用？佮你是非袂晓的，毋知影、啊、分别。 啊、你读起咧做是有有啥物路用啊？伊讲讲，市长讲吼，敢若写还阁无够咧。检讨报告出来，上个重要个是变成 SOP 安尼啦。我定安尼讲 SOP，用标准作业诶，即个程序，有啊，人伊嘛是照安尼调标准啊，拜托诶，我拄也有讲过啊，因为作业已经做。 做几十年，毋是敢若你歌市场责任的呢。人较早过来啉，都拢安尼先咧做啊呢，哦对毋对啊，该改改，人嘛拢改啊，你讲对毋对啦？敢若哩讲 SOP SOP，嗯，三环三纵，到现在为止犯了偌侪错误。 伊要求诶，说哪样交报告？拜托伊，伊要搞报告，反省啊，甲改进是一种文化。伊讲文化，哼，伊讲无写成 A S O P，讲讲诶无路用啊，安尼啦，你毋对去，毋是讲讲诶，你咧讲诶，甲阿峰咧讲诶无共款，写报告是形式诶。 现场做出来，才是实在的啦。所以就豆浆市场啊，你看我爱配唔爱配啦。好了，讲到这，别个讲啊，到这结束。其他几位讲这个网络，讲这时间，继续收看阿红无所不谈。来，听一首啊乱歌，共同欣赏。再见，拜拜。 在那情未相知，好归年。<music>